好想听圣经。约伯记第三章1-26节。此后，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，说：“用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，愿那日变为黑暗，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，愿亮光不照于其上，愿黑暗和死荫索取那日，愿密云停在其上，愿日食恐吓他，愿那夜被幽暗夺去，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，也不入月中的树木，愿那夜没有生育，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，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，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，盼亮却不亮，也不见早晨的光线，因没有把怀我们胎的门关闭，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。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？为何不出母腹绝气？为何有息接收我？为何有奶哺养我？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，和地上为自己种造荒丘的君王、谋士，或与有金子将银子装满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，或像隐而未现、不到其而落的胎，归于无有，如同未见光的婴孩。在那里，恶人止息搅扰，困乏人得享安息，被囚的人同得安逸，不听见督工的声音。大小都在那里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。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？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？他们切望死，却不得死，求死胜于求隐藏财宝。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，极其欢喜。人的道路既然遮隐，神又把他四面围困，为何有光赐给他呢？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，我哀哼的声音涌出如水，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，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。我不得安逸，不得平静，也不得安息，却有患难来到。阿们。约伯记第四章1-21节。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：“人若想与你说话，你就厌烦吗？但谁能忍住不说呢？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，又坚固软弱的手，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，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。但现在祸患临到你，你就昏迷，挨近你，你便惊惶。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？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？请你追想，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？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？按我所见，跟罪孽、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。神一出气，他们就灭亡；神一发怒，他们就消没。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竟都止息，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，老狮子因绝食而死，母狮之子也都离散。我暗暗地得了默示，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，在思念夜中、异象之间，世人沉睡的时候，恐惧、战惊临到我身，使我白骨大战。有灵从我面前经过，我身上的毫毛直立，那灵挺住，我却不能辨其形状。有影像在我眼前，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：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？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？主不信靠他的臣仆，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，何况那住在土房、根基在尘土里、被蠹虫所毁坏的人呢？早晚之间就被毁灭，永归无有，无人理会。他帐篷的绳索岂不从中抽出来呢？他死，且是无智慧而死。阿门。